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太子道西名牌东方花园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东方花园呢，就是位于太子道西的前段，是比较近 Moco 新世纪广场和花墟，即是说这么快呢就走到去太子了。屋苑呢总共有四座的，今次我们就是介绍这个 B 座的单位。这个单位实用面积984尺，它是属于一个低层的单位来的。一入门口经过厨房之后就到我们的饭客厅了，面积呢就相当阔落，我们这个饭厅呢简直是可以摆到张12人台啊。客厅方面，这个落地玻璃窗令到单位采光度极高，完全不觉得这个单位是属于低层的。从客厅那里望到出去呢，都是望回我们工作街附近一带的楼景。单位是属于三房一套的间隔，现在我们就是望一下主人房先啦。睡房的景观和客厅一样，都是望返公爵街的远景。主人房面积相当阔落，除了摆到张双人床之外，还做了个大衣柜。主人浴室有窗，重新装修过，保留返是用浴缸。第一间客房业主就是做了这个储物柜。不单止是储物柜咁简单，如果有亲戚朋友嚟呢一度借宿一宵，呢一张活动床咧就可以大派用场啦。第二间客房咧就做咗张双人床，而且仲有张书台，两边都做咗一啲大型嘅衣柜，储物空间相当充足。下次是改了做企缸，两个洗手间都是油窗。原本工人房用的洗手间，现在就改了成为一个洗衣房，还可以摆到其他杂物。最后就望埋个厨房了，厨房呢就是用紫色来到做主调，预留了雪柜的位置，备餐和储物的空间相当充足。今次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完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